隆重介绍 MATION。MATION 是一个统一的架构平台，可促进人们、设备、企业和平台之间的交互。只有当这些要素协调一致的运作时，我们才能实现并获得技术经济的收益。为什么选择我们？我们将许多平台整合到 MATION 系统中，合多为一，统一操作。我们宗旨是为客户提供端到端的监控，而且我们的基础架构可实现快速的可扩展性。我们的智能楼宇管理系统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它具有楼宇中枢神经系统、相互连接的专业子系统以及面向未来的技术。我们的合作伙伴 Sutter Modulo 楼宇自动化系统是模块化的、高能效的，并且随着您的规模扩张而增长，它已通过认证并赢得了许多奖项。我们提供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是 IMP 生态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和移动解决方案来促进社区发展。他们愿景是为人们建立更好的社区和进行有效沟通的必不可少的关键资源。他们可以增强从智能监控到人数统计和人流下降的广泛服务范围。从智能监控到人数统计和人流管理，他们可以增强服务范围的广泛性。为了安全起见，选择了SAS70 和国际公认的系统，因为它有助于预防、检测和应对过程风险。MATION 平台允许集成，并促进不同平台和服务之间的交互，从而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它简化并确保了最后一英里的实施。MATION 视频墙通过实时突出显示关键指标和趋势来提供可视化。您可以对云存储中的所有数据执行分析，并通过寻找新的优化能源输出和使用来大幅降低成本。总而言之， MATION 统一体系结构平台创造了一条途径，它拥抱并促进传统平台和通信协议参与到新技术经济的过渡过程中，从而为世界提供创新和高效的解决方案。请到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MATION 观看和获知更多关于 MATION 统一平台和解决方案的信息。 MATION 智慧方案的首选。